姓在青城山，青城山一共有36个峰，其中大面山因为民间水气几年透天，风雨水气变化无极，是一位人中罕教的天仙境地。每过一甲子，也就是60年，有四位情动手足的老神仙，拢是伫个这个所在住。哈哈哈！哈，我本帮多友，哇，你上尊师，哈哈哈！哈，我下落你，啊啊，难你个80年无见面咯，是是哦，哈哈哈！哈，我办了聚会哦，拢是黑龙江人啦。啊！福海精灵，因两个万甲，无意思。嗯，什么人古我万甲？老友老早就来伫听老人咯。哦，福海精灵丢多了。两位左右，原来不是老友，就是一个黑龙精灵啦。一来。三位道友，恁免埋怨啦，顶多因为有发现一位苦有仙骨的少年人啦，我因为要来加观察几工啊，所以才特别来。既然甲苦有仙骨，世间这款人真多济。在人里头，用得上手。哦，三位大友，我半开分头，予恁看得上手。哦，就对对对你是怕说要甲伊收起来做一般的传人性？是哦，是哦，是哦，是哦。嗯，从前我袂当照你的心愿哦。嗯，那我是为虾米啊？哈哈哈！周琦是好野人公主，妇孺惯事，伊肯听得你吃苦受道。我早有算定啊，伊甲我是殊途有缘啊，只是时机还未到尔。带我的本土周谦来跟你会面。哦，你不相信哦？以后你就知啊，我今仔无时间，明日苏州的所在多一。
钱呢？我小妹小徒好，阿姐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你根本都不是要拜托刘大哥照顾我，你是要叫他管我对不？你若知影就好。我无在的时阵，你都唔通想搞怪，爱听刘大哥的话。我修炼有听到无？好的。涂大姐，做你放心去，我会好好照顾红丽。咱紧来修炼，唔通耽误好月华。凤梨，啊，修炼都要专心哦。好嘛。Thank you.
红林，红林，红林，哎呀，红林那煞无看。刘贤弟，小唐王是一个爱佚佗的查甫囡仔，无看到伊的人，当然嘛是偷走出去佚佗，这哪有甚物通紧张的啦？哎，伊的发力尚浅，伊阁遐尔少岁，我明仔也袂担心嘞。你也知影，人心险恶。你不要来不嘞，好意思大汉子你哦，大汉子。你大汉子，老爷，大汉子。是咧，早后就做怪吼。嗯，无唔对。好的。多利仔。嗯。你拜我茅山道士为师已经足足三年了，今仔日为师啊，要来施展一个高深的道法，来去抓迄个小妖女，互你开一个眼界。啊？多谢师。姑娘，这包啊是一边客官叫的，你较慢来，所以你叫的包啊一直吹也袂好势了。这个哈，客官。小李啊，你是你跟我滚生球哦？那变球头？这，小李啊，客官，我小李啊，你这到底啥意思？你奇怪呢？这好，你是变什么去啊？啊？嘿，你最近是要跳下招牌是吗？好，来去，行，咱来去公堂公理啊！哎呀，住手！公主，你听我讲，好啊，你莫阁讲啊，
无遮尔一闲工，听你当遮咧讲笑话。你欺负这只种坏姑娘，我再讲也是恁对。杨哥，要唔赶紧去准备上好的酒菜来向这位姑娘赔不是？啊，紧去啊！去。啊，是。金燕啦啦，其实因这酒我嘛啉袂下。公主，你有想要试看本大姐亲手结的桃花酒无？好啊，三月初三是我的生日，你若无去闲，请你来啉一杯寿酒。阮家是住伫太和畔的桃花园。啊。请问公主本姓大名？哎，本小姓姓文，单名一日才，叫文才正是。在下世母叫武功。啥物问伊？但我是咧问一位公主。在下姓周名乾，字不华。姓周名乾，字不华。我会记哩。三月初三，唔通袂记哩太和畔中威山脚的桃花园。哎呀，确实有影有水，真足水的。时阵啊，我都要去甲一个朋友做生日，失陪了。阿信，你行行。表哥，表哥，表少爷，表少爷。
什么款朋友做生意，那这么重要？既然你的朋友要来跟你作秀，我们哪会讲无你一个面子呢？周公子，这位是我的小姐，水莲芳。水公，周公子，咱等下再来饮烧酒，我先带你来去厨房，看阮的桃花。行。对呀，水公，你收工。行。阿姐，你干嘛？是。李文帝，你有发现无？小桃红已经去爱着迄个周公子啊。刘公子，有啥问题来啊？奇怪，明明公主就讲一只嘞。